小乖啊啊，小乖怎么在那里睡觉？小乖的鞋子飞走了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来，依依，你爬到这里来，把脚放在这里。嗯，对，我帮你抓住，把脚要放上面哦。好，睡觉。啊！哇，你怎么睡着了？啊！再一遍，嗯。啊，对，脚这样子勾住。好，不是你鞋子好，这样勾住，好弹，弹。不要不要脱，这样比较好。是我的鞋子掉了。嗯，不要脱。嗯，穿好。哦，这样子就不会掉下去了。先穿好。倒下来了，救命啊！好，把脚这样勾住。好，躺下去。是我想要踩着。这样会不会掉下去？好，你踩着，躺下去。啊，好，躺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小乖在咳嗽。哇，你看一德德，哇，仰卧起坐开始。好，慢慢的，哇，哇。仰卧起坐，